他还在选择等待，他还在坚持忍耐，他还是相信故事一定会有新的更改。他患得患失，面对选择只会说不敢，但相信有一天会成功改变，何时都不晚。都是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人生路一晃一盼，嘲笑他人受尽委屈，只为混上一口饭。看到了别人攒到首付，开始抱怨自己穷了，但处处都不如人，只能够低着头眼红，骗自己口中说在卖力，明明就坐以待毙。他在意，却表里不一，还阴阳怪气，言情叛逆，把疑虑全都放在心里凝聚，控制不住情绪，就动动乱发脾气，抱怨命运，抱怨生活不如意，没出头机会，抱怨一把能活好的牌被攥得稀碎。就桌上觥筹交错，说是在积攒人脉，但等他真正需要帮助，却没一个人在他的心里记恨。所谓的朋友只会在背后议论，不承认，却也习惯了这种戏份，没什么不同吧，都是在这社会上啃食的蛀虫啊。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，明知道离终点有多远，为什么还要自我欺骗，偏把这条路再走一遍。越清醒掉就越需要疯癫，把对的答案全都放在了一边，但转了一圈他学会了怀念，想回到那最初的起点。总是在转啊转啊转啊，一直原地踏步，一直看啊看啊看啊，渴望世间万物，渴望有锦衣玉食，也渴望功成名就，渴望这一夜暴富能有贵人站在身后。不要傻傻跳，放声笑，要让全世界知道，他说必须要活得更加高调，手里有大把钞票，要用钱来把全身埋住，只要能够足够潇洒，无所谓财富的来路。所以他虔诚祈祷神灵赐予他成功的方法，他得到启示，坐上赌桌开始不断加码，而他辛苦的爬墙让他清醒一下，他执意掉进陷阱，忘了反复叮嘱的话。一跃而下，遍体鳞伤，他抬头望向前方，要再次回到起点，即便他再笨早已鸣枪。他终于擦亮双眼，辨别是非善恶，但再也无法跳出曲中，假装这是个看客。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，明知道离终点有多远，为什么还要自我欺骗，偏把这条路再走一遍。越清醒掉就越需要疯癫，把对的答案全都放在了一边，但转了一圈他学会了怀念，想回到那最初的起点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跳过陷阱，把平凡的一生给活成一部电影，这条路没有外挂，大多数都会败下，要活得与众不同就不可能不付出代价。喂还在吗，是不是还在等待，喂还在吗，是不是还在忍耐，喂了你好，放弃没什么不对，但不要忘记什么叫问心无愧。